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My Radio 將會於5月23至28日連續六晚舉行節目現場版。大家好，我是毓民。交了月費的朋友報了名參加這個毓民踩場現場版未啊？我是四眼哥哥鄭錦滿。給了月費四眼乜乜乜的你報了名未啊？大家好，我是鄭松泰。接下來5月24號晚很歡迎這麼多位有叫交月費，記得就來臨我們這個建國研習班的現場版節目了。當晚我和鄭錦滿四眼哥哥會一起同場做一個現場版的節目的，我們希望一起可以去一個四眼建國研習班一起玩一晚。我是盧斯達，交個月費給盧斯動眾的網友記得報名了。各位小弟是陳文，本土論壇的現場版終於出現，我台長兩個就會跟大家一起做節目，交了月費的朋友記得來參加。關於梁錦祥，神秘之夜有 party， 如果你想參加的話就記住去 MyRadio 的報名，那個前提就只要你交月費就可以報名了，到期時見。大家好，我是黃台陽。大家好，我是梁天琦。各位有交月費給吳國吳民的網友報了名未啊？報名方法請參閱 myradio.hk。大家好，現在回到你的澳門的 Reset 世代第五集，第五集第二節，是第二節。剛才說完這個執燦，就體現到這個中國新鄉的人的大陸梨，那些醜態。之後呢，我們現在說第二單很爆的東西，算不算？真的很爆，又是體現到呢共產黨的奴才呢是幾撚撲街，係咪？咁啊有條契弟咧，就叫全國人大委員長，係咪？應該咧就叫中國共產黨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呢條契弟叫張德江，咁咧聽日咧就南巡，巡撚到落嚟香港，咁咧有啲冚家產咧就揣測常意，呢個我哋可以肯定嘅，揣摩嗰啲常意啊，係咪？屌你咪就～鋪天蓋地咁樣喺度做乜撚嘢啫？喺度嗰啲叫咩啊？布防又唔係咪？誒佢講撚到即係都叫布防啊！其實就係即係反恐保安安排啦，即係驚你老母你張德江落嚟香港係咪？一個共產黨嘅奴才落嚟香港，就驚屌你老母佢俾人恐怖襲擊係咪？揾把刀。插插佢，或者揾只玻璃杯掟鳩佢，係咪？又或者可能驚揾部航拍機、墜機片撚過佢個頭咁撚樣，係咪？使唔撚使啊？屌你老尾！奧巴馬出巡都冇咁撚嚴重啦，係咪啊？如果係咪？我哋一個節目講，你老尾你張德江。共產黨屌你全國人大呢、這個共產黨人民代表大會嘅委員長啊嘛，你都唔係國家領導人級啦，係咪啊？都要咁撚大嘅話，五千警力嘅話，咁如果奧巴馬訪問香港，係咪？或者求其一個國家係咪？咩撚嘢啊？韓國係咪？朴槿惠訪問你香港，來訪你香港，屌你諗乜你咪全部警力擁撚曬佢？是不是屌你咁守水塘啊铁路警区啊嗰啲全撚报晒屌你咪企街啦是不是冻喺度啦保护政要啦你老尾是不是多撚鱼呢啲嘢一句讲晒。你讲啊。咁佢呢个布防啦咁就喺湾仔啊。君悦。君悦酒店啦咁就之前就讲咗君悦酒店对出都有呢个封呢个地砖啦。咁之後，佢而家又用翻上次。不過啲地磚搞撚掂咗啦，一場紅色玩曬啦。
系咪？喂，我哋上一集嗰个讲嘅嘢，原来系咩噶？应验啊！唔系应验啊！我哋讲系流流地啊！我哋讲个讲法，我哋系惊佢，即系佢，我以为佢嗰啲交真系好卵劲，系咪？其实我哋估卵错晒，系咪？耶！屌你妈，劲卵到系封卵咗啲地砖密一密，系咪？跟住屌你妈落红雨啊，就坑渠又塞，跟住嗰啲地砖落去唔卵到水，水浸。冚家铲原来唔系嘅，屌你老尾，嗰啲咁嘅胶水系咪？唔撚使熱水啊！一場紅雨一淋落去搞撚掂，屌你老尾，嘥撚曬你錢，玩乜撚嘢膠你擺喺度？玩膠翻屋企玩啦！屌你老尾，689係咪？咁撚中意玩膠，出撚埋膠水，白曬曬，打曬飛機咁樣，屌你老尾，流嘅原來，流嘅，你老尾你講乜撚嘢啫？你冚家鏟。屌你老味啫，好啦，好笑嘅啫。好，我哋继续讲。咁除咗呢个胶水黐地砖之外咧，就出翻又出呢个水马啦。喂，佢嗰啲水马唔系一般嗰啲水马喎。啊，好卵高嘅水马。屌咩两个人咁卵高嘅水马喎？啊，我又想问下啦，水马要水嘅，咁卵柒大只水马，摆喺度成条街都系，水费唔卵使钱啊？是不是水費不用錢了，屌你老尾。好了，用完那些水馬放水排污費不用錢了，屌你老尾啫。哦，屌你老尾，掹撚咗個水馬都走街行渠道啦，呢啲咪撲街啊！啲政府繼續。咁就水馬啦，阻住條路啦，之後有封路啦。鐵閘啊！你有冇見到啊？鐵閘喎，我嗰啲係啊，鐵閘。喺個水馬側邊有隻鐵閘。啊！喂，買呢啲水馬唔撚使錢啊，係咪？你啲水馬肯定係特製嘅啦，係咪啊？屌你老尾，唔使錢啊啲水馬。咁啊，咁因為水馬其實佢之前呢個胡錦濤2007落嚟嗰陣咧，用過嘅，都用過嘅，係咪咁大隻先？係啊，其實應該係一樣嘅，因為上次2007胡錦濤落嚟都係用。好似都系用呢只水马两米咁高嘅，两米咁高嘅。系啊，其实佢今次嗰个张德江落嚟嗰个布防同上次2007布防喺湾仔个布防都差唔多嘅，佢都系围住咗呢个入境大楼嗰边啦，中环广场嗰度啦，封咗啦。咁就今次有啲唔同，就系嗰个示威地区啦。上次2007嗰个示威地区咧，系可以再前啲喺会展出边嗰个，即系消防局啦，隔篱嗰个位。港湾道消防局啦。系啊。隔離嗰個位置都有個示威區嘅，但係今年冇，佢就褪後去翻告士打道嗰個位置，即係個噴水池嗰位咧，就去翻嗰度嘅，好似係啦，係嗰個位啦。咁除咗呢個最馬就係呢個封路啦，去封正告士打道一條內一條往啊嘛，一條東行一條西行，呢個先最撲街。你都知道平時港島灣仔嗰邊好撚塞噶嘛，之後翻工起碼都塞幾個字啦，之後放工差唔多塞成四五個字半粒鐘。你而家對面攞翻工喎。係啊係，你老尾，你而家搞一搞封曬路，呢三日塞到撲街，係塞到撲街一定係。即係屌你老尾，你呢啲咁嘅撚樣係咪？奧巴馬嚟香港都唔會搞撚到咁撚嚴重啦！你老味，我哋頭先講嗰啲真係大鳩嚟嘅啫，係咪？奧巴馬嚟香港，你會唔會咁撚樣布防啊？係咪？屌你老味，使乜咁撚嚴重啊？係咪？呢啲人啊，俾人斬啊，都抵佢撲街啦，係咪啊？共產黨嘅即係嗰啲屌你老味嗰啲咁嘅撚樣，嗰啲咁嘅奴才係咪？我哋又唔會講狗奴才嘅，係咪？呢啲屌你老母，姓陳光頭喎，大大狗狗嗰個先會講嘅啫。共產黨嘅狗奴才咁樣，係會兩咪係佢先會講嘅，我哋唔會講嘅。最多係話佢共產黨嘅撚樣奴才，係咪？你嚟香港，你咪嚟香港咯。屌你老母，你嚟撚咗香港，入撚咗軍營都唔撚知啦。賣撚曬新聞，一早話撚定俾你聽嚟撚到。咁啊，689啊，要揣測上意，又要擦鞋，你老母跟住又揾啲警察嚟搞。唔係你警察啊，屌你老母！哇！喺冚家鏟嚴重級布防，係咪？即係驚死，即係搞港獨嗰啲人係咪？放啲土製炸彈去炸鳩你張德江係咪？你估你共產黨咩土製炸彈啱唔啱啊？係咪？黐撚線喎真係，
屌佢哋，你不如話屌你諗張德江，張德江住喺君悦係咪？呢、這個灣仔區係咪？即係如果十八區劃分嚟講啊，呢、這個灣仔區你老尾咁，你成個灣仔區停頓啦，不如係咪啊？大嫌咯！屌你諗乜地鐵封撚埋灣仔站啊，笨撚柒啊，係咪？屌你咁黐撚線噶！你嚟關我撚事啊？你咪你嚟咯，封路喂你封路關我事啊？依家係咪啊？屌你老味真係大撚曬啊！係咪？黐撚線！仲有一樣關我哋事咧，就係、是、呢個地盤停工啊！喂，呢、這個又係離撚譜係啊！仲嫌拖得唔撚夠耐啊？係咪？唔係。中環灣仔繞道嗰個屌你乜沙中線？你老味！你嚟乜地盤要停工啊？係咪？你嚟點解個地盤要停工先？你話你解俾我聽，唔撚想見撚到個地盤喐啊？係咪？你老母你六八九呢啲咪錯鳩曬咯？揣測上意，話俾領導人聽係咪？香港即係又唔係領導人，話俾你嗰啲咁嘅共產黨嗰啲咪大哥聽係咪？你嗰啲咪契哥，你六八九嗰啲契哥，話俾佢聽，屌你咪香港企撚都幾撚多基建，請撚咗幾多工人，咁撚樣先係噶嘛係咪？教撚埋你都得啦，停工喎係咪？張德江落撚到嚟見撚都停工我地盤，黐撚線係咪？你六八九咪癲撚咗啊！仲嫌拖得唔撚夠耐，係咪？你老母你黃國興，你試下立法會講咩啊？講係咪？拉布阻撚住啲工人，冇公開，冇糧出，係咪？拉布用咗幾多錢啊？屌你可以購買幾多罐午餐肉？我哋依家同你計數啦，係咪？黃國興你呢啲係啊？你停咗嗰四日工係咪？嗰啲工人冇糧出，跟住嗰啲叫咩啊？嗰啲工人嗰啲人工可以買到幾多罐午餐肉係咪？嗰啲工人屋企嗰啲生活系点样？全捻保嘢调捻翻转讲啊！呢啲嘢，黄国兴晒鸠气，系咪？停捻咗四日工，屌你老味！即系以喺地盘嚟讲，系咪？我大约 around 800蚊至1000蚊人啦，系咪？或者有啲系更高嗰啲啦。我讲最低嗰啲800蚊人啦，系咪？大约啦，我未做过地盘，唔知我谂都系咁上下啦。即系根据依家嘅行情啦。八四三廿二三千几蚊啊哥，系咪？计下数啦，黄国兴，三廿二蚊一罐午餐肉好味啊？计你食贵少少，嗰度几罐啊？屌你老味啫，讲乜捻嘢啫？100罐午餐肉啊，黄国兴，一个工人喎、哦，一个地盘嘅一个工人啦、啊，四日咋，唔捻使多啊？仲要计你食最捻贵嗰只午餐肉，系咪？又唔系最捻贵嘅，中等少少，系咪？你老母你連一罐午餐有幾錢都唔撚知啦，係咪？去超級市場睇下啦。你最撚多咪叫你助理去超級市場幫你格價，曬鳩氣。拉布阻撚到你咩啫？更何況依家冇拉布，係咪？你老尾啫，一個咁嘅張德廣搞撚到幾多個工人臨時失業四日，係咪？嗰啲你唔撚講。呢啲咪契弟之中契弟咯，系咪？長毛鬼應該打柒佢啦！借啲嘢，屌你老尾又唔撚敢推，系咪？打柒完黃國興，跟住你咪長毛咪有嘢講咯。你打過黃國興未啊？你打過黃國興未啊？我問你依家阿哥，喂阿哥嗱阿哥，我問你，你打過黃國興未啊？未啊？發起瞓覺啦，收皮啦，阿哥，你打過黃國興未啊？你打黃國興，你咪有嘢講喎，你又唔撚打，係咪？喺度同佢推下拱下有撚用啊？屌你老尾啊！你唔係曾玉成有火喎，反而曾玉成有火，逐個喺度屌嗰個曾玉成喺立法會開大會，黃國興、吳亮昇、梁美芬，係咪？即係呢啲嘢咪狗屎垃圾一大堆。根據教主個講法，即係我哋繼續講翻張德江。喂，你差佬直情系提升佢呢个去到呢个反恐嘅级别，系咪黐捻线噶你老尾？今次成个行动，成个 operation 系反恐嘅保安行动，呢啲报纸都卖晒噶。你讲，今次你话张德江嗰个唔系领导级啊？咁上次胡锦涛落嚟系领导啊，2007年佢都系咁样做，即系代表咗啲咩咧？即系代表咗要一次下，唔系呢个问题，你唔系咁讲啊？屌你老尾，胡锦涛封路都冇咁卵劲，你老尾你张德江乜卵嘢级数啊？系咪？
跟住你個講話應該成咁樣啊嘛。咁下次屌你咩？仲嗰集大大，哇！李克強落嚟，你老尾你咪即係成個灣仔停頓，係咪？出渦輪咯！屌你咁成個灣仔所有店鋪停業一日，或者四日，係咪？所有附近電車全部取消，係咪？跟住地鐵灣仔封站，係咪？係咪咁撚樣啊？屌你老尾！我諗啊，屌你老尾！如果你真係咁撚樣做嘅話，你又好笑啊！你講啊！仲有係咪做過呢個無人機？呢單嘢啦，無人機嗰單係無撚位嘅啦，我覺得你牛嗰啲又係，你都無人機拍乜撚嘢啫？你啊，除非好似我咁講啊，你揾只好撚大馬力嘅無人機係咪？屌你咩高空墜機，屌你批撚過佢個頭係咪？殺撚咗佢啦，咁你有用？買無人機最撚撲街係你仲要託一個喺深圳幫你買中國貨無人機嘅人。翻屋企瞓覺呢啲嘢真係要，係咪？即係你講，即係你嗰啲，即係保，即係講差佬個保安安排啦。已經係2005年世貿之後最嚴密嘅一個安排嚟嘅，係咪？世貿嗰啲人就屌你諗咩韓龍啊！或者是世界各地那些就是反對這個 WTO 啊 No No WTO 我最記得的了，那時十歲都沒有在電視我看 No No WTO 是不是揸撚住那些搭棚的竹是不是有什麼東西搶什麼東西屌你老闆跟你的警察打撚到你的警察縮的是不是你才要去到這個級別現在香港就算你說搞港獨啊是不是鼓吹港獨那幫人啊會不會這樣跟你示威啊是不是採你老母張大哥鵝撚溝啦你來關我撚事咩是不是即是馬照跑是不是節目就照做是不是不撚會的嘛是不是阿哥即是有阿哥啦唉採你鵝溝啦馬照跑是不是節目就照做是不是香港人一切運作如常你老母你張德哥你來就來來了 你要即告訴人聽我現在下來好大支東西我現在下來那你想告訴香港人聽什麼東西是不是你下來你又不是一個受歡迎的人是不是你又不是好像奧巴馬那樣是不是去哪一個州啊去德州去佛羅里達係咪？去杜倫道一去親，即係當然有示威啦。但係人哋嗰啲 fans 都成千上萬噶嘛，係咪啊？你張德光落嚟，香港人識你老鼠，講撚完啦，係咪啊？香港人唔撚識你，你冇撚阻住曬。依家問題係你阻撚住曬，係咪？香港人一定屌鳩你，係咪？你係好似嗰啲咁，你嗰啲咁嘅奴才咁撚嘢，張曉明啊，係嘛？你張德光啊呢啲。为什么要做到个世界这么行呢什么是没人会屌你好像奥巴马那样嘛没人会成千上万那样去 V 哇鬼叫那样去 support 你嘛叫做又不是 support 支持你那些叫做是不是你老闆傅振中那些就会咯石房友那些就会咯屌你老闆你就要给钱做这些东西是不是所以一句讲到尾即是你要知名度冇知名度，仲要落嚟搞撚到香港立立亂，你呢啲人都係唔死都冇撚用。好，俾你埋埋尾佢。埋埋尾。係啊。淨係覺得呢單嘢好撚無聊，又阻鳩住曬。係嘛？咪阻撚到你翻工，阻翻撲街啊嘛，係咪啊？阻撚到你撲街啊嘛。咪阻撚到你翻工放工，我哋撲街。喂！大佬嗰條即係叫做咩嘅喎？主要嘅幹道嚟㗎喺嗰度係咪？出邊大佬告示打道，跟住後邊港灣道、灣仔嚟講，平日放工翻工時間都塞撚到撲街㗎啦，哥係咪？即係又阿哥啦，你老母你仲要咁樣搞法？冚家產，
你我想你那晚不用收工了，在公司睡了，是不是？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好，拜拜，下一集再见，拜拜。